扛不住了呀，煮了一点热干面，自己煮点热干面。姑宝在那聊骚呢，咱们在这直播放鞭炮了，没有谁，录个视频呀。面煮好了，煮的差不多了，捞起来了。去放点配料吧，放点调料，这也是调料。倒上芝麻酱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热个面好了呀，吃上一吃啊，看个动漫。来，兄弟们先吃啊，热个面啊，非常的哇塞，哇，真香，哎。